这么悦耳的。沉浸式吃贡菜。这真的震得我脑瓜嗡嗡嗡。这贡菜蔬菜啊，吃起来真有这么大声吗？震耳欲聋的，买回来尝尝啊。这一袋就是一斤装的，有没有等行的粉丝知道这个贡菜到底是啥菜？我看买过的网友评论，仨孩子震聋俩，那就是说这玩意儿吃起来真有那么大声吗？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，第一位是贡菜、水、大蒜、泰椒，然后蚝油，这一道贡菜用了13种佐料，五星级配置啊，感觉这玩意儿想不好吃都难。咱们开袋看一下啊。哦哟，一开袋真的就好香的味道啊！这贡菜就长这样啊，就有点像那种豆角，然后还有这种整个的花椒，里面还有辣瓣蒜的感觉啊。吃起来真的就是那种嘎嘣脆的感觉啊！原来那个视频真的不是配音的，真的就是非常脆爽啊。我买的是咸香口的啊，到嘴里就是很清爽的椒麻的味道，嚼起来真的非常过瘾啊，非常过瘾。这种悦耳啊的，我感觉吃完这一盘菜我耳朵就聋了。